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，风铃响起又是一天，雨很轻，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心，一切都是偶然又宁静。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，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，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，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，你也想念吗？不追不赶，慢慢走回家，就这样虚度着年华，没牵挂，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。愿意把了。当你还有这个身不退避，是啥意思？不知道。不畏惧，也不会叹息，不皱眉。当这人世间赠予的酸与甜，仍能让你这刻铭记。失去无法追悔记忆，这叫命，不信命也不会跌倒，不会停。当你环顾这全四周多恬静，仍是不朽的任性。这个尘世里的小伙子，你也认得吗？还有那颗真挚的心刻，愿这日你可还感动多美妙，沉醉听这歌声给予你。哦，还有别的没？这个，哎，我是来讲课来了，这个。给你讲讲，这不是遭遇危机了吗？这不是啊，这你们好不容易这节目做那么成功，对呀、啊，做这好个节目，传点先进，人尽皆知的，呱呱热搜也上，完了啥啥咖的也传播、哎。我有一个又能结合张老师，哎、你们仨说吧，又能够卖货的，刚毛总太卖货了啊，对，还可以卖货的，因为你觉得可能赚钱嘛，你可以就十期，每期嘉宾那。姐你也要参与进去，就是说比如说你说一个什么故事，然后毛总就跟那位歌手创作一个 demo， 然后十期之后呢创立一个专辑，然后在最后有一个大卖的直播，然后联合那个赞助商啊，然后又卖专辑，那不哦林雪琴也可以写诗，对，毛老师整出来十首歌的这个雪琴也可以写十首诗，任务量有点，毛老师感觉压力嗯有点大了，每期毛老对毛老师要求太高了啊。你们这不插电我认为是个感觉是适合你们的，很适合，多适合在客厅，其实是也是到时候看你愿不愿意了，我觉得还行，嗯，就是做点，就是再做点灯光效果，对对对，做点氛围嘛，对，就也不用弄得太专业，对、啊嗯、对对 对, 对，就不用特别锤，对对，这样你你不是你拍那个 vlog 不是老有唱的吗？嗯，你也有吧？啊，怎么？你现在来一下嘛？假设现在就是那个、啊，那我把灯关一下。啊，对，雪琴配合着关一下灯，关一下灯啊。对，就开始了。唱啥你随意。哎、你那边关不了哎。没事，不重要。你唱啥？唱平凡的一天。平凡的一天。哦，好呀，好呀，我特别喜欢那歌、个。我还
弄了个粤语版的《平凡的一天》。哦，是吗？对。哦，可以啊，因为我感觉粤语版会很好听。昨天刚好写了一版。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挺难的呢。可以啊。对对对。哎，给我们换了。对对对，换成这样的啊。智能。你来一段，就是你来主副歌，然后我到那边。哦。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，风里响起又是一天雨很轻，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心，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，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，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，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，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，你也想念吗？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，就这样虚度着年华，没牵挂，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。当你还有这个信心，不退避，想啥意思？不知道。不畏惧，也不会叹息，不皱眉。当这人世间赠予的酸与甜，仍能让你这刻铭记。失去无法追悔记忆，这叫命，不信命也不会跌倒，不会停。当你环顾这全四周，多恬静，仍是不朽的任性。这个尘世里的小伙子，你也认得吗？还有那颗真挚的心盒，愿这日你可还感动多美妙，沉醉听这歌声给予你。哦，这个呢，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就是种地很久，离舞台已经有段时间了，然后对着我们的喜欢我们唱歌的歌迷写的一段词了。粤语好好听啊，粤语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对，但是其实这个氛围就非常，这就是我说的不插电，那得来一个会乐器的朋友。对，不行，蒋老师谢谢。不需要，就是不需要怎么使劲的收声啊什么的，就是这样的。其实这也不用混音，不是唱成什么德性就是什么德性，是只有朋友们在一块儿才能这么唱。谢谢你，张老师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行，这首歌好听，喜欢喜欢。哎呀，感谢感谢。哎，两位都是冠军，要么两位。哎，你俩谁早？我是2016年。嗯，我是2017年。哎，他俩合一个吧。哎呀，我你别看我，我也不好。你俩能合啥？没有，他唱的好。你写的好，也唱的好。好奇两位冠军，其实当时比赛的时候会紧张吗？紧张，我刚才唱歌都紧张。毛总，我也会紧张。你现在唱的也会紧张？紧张，特别紧张。尤其是那种你上节目，你今天就这一次机会。对对对对对 ，one take。对，是非常紧张。快 Q 他俩合唱。你来点吧。你来，你来，你来。不是，这一期是要分成三期讲。我觉得如果有一天很有钱，
其实拿吉他弹起来还挺活跃的，跳挺活跃的啊、嗯，试一下，也行，啊，看一下嗓子是，来了，好，哇天哪，我弹错了，别，不会弹错，嗯。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，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，吃了就睡，醒了再去见过一年。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，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，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，不用担心关于明天我离别。变有钱，我变有钱，多少人没日没夜的浪费时间。变有钱，我变有钱，然后故作谦虚的说金钱不是一切。未来要是那个就是不插电就是这样。好，可以，可以吧？我唱自己歌有点奇怪啊，就有点别扭啊。行了，解决了问题。嗯呐，解决了吗？啊、哦，好，好嘞。那我们今。